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克，我是 Daddy， 我们又到了联机 Let's Go 皮卡丘的时间了。对，上次我闯到了这个塔里面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哎，你的人呢？我等会儿我在晃手柄，我怎么不出来了？赶紧让他出来，我来看看。嗨嗨嗨嗨，哎，我要被抓住了，你再不出来，哎呀 ，Oh no， 我被迫离开了。这好，前面那个大怪物挡住了去路，我没办法继续往前了，所以被送回了一楼。对。然后你现在晃一下。哎，来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还有没有其他线索啊？嗯，我来问他一下。Hello， 我是一名祈祷师，我能感觉到有一个陷入迷途的灵魂。他还是那么说。哦，没有其他线索吗？我们出来看看啊。被一只大怪物挡住了去路。哎，我换了这个套装之后，你看你的衣服也换了 啊。我们俩会一起的。奇怪了，不过他有一个人啊，这边有个广告，你看啊，这有个广告，他说。有一个希尔福检视镜，有这个检视镜的话，就可以看到那个幽灵的真身了。哦，有剧情了，火箭队有剧情了。为了板木老大，大老远跑到紫苑镇来，结果哪里都找不到那个叫富士的老头子，还没找的地方就只剩下宝可梦塔的最上头了吧？不过因为有奇怪的幽灵捣乱，完全没办法到达上面。哦，他们也被那个大块头的那个幽灵挡住了啊。然后呢？谁？卡拉要跟他对战吗？哦，既然没找到那个老头子，不如把这只卡拉卡拉掳走带去基地交差吧。哦，他们要抓卡拉卡拉。对，好主意，那咱们就赶紧出发前往玉红市的火箭游戏城。他们的基地是在游戏城里啊。乖哦乖哦，你的妈妈就在玉红市哦，姐姐带你一起去吧。他骗这个卡拉卡拉是吧？妈妈，哦，卡拉卡拉决定跟他们走了，可能。嗯，既然这么决定了，赶紧走吧。我们要去追他吗？我们肯定得去把卡拉卡拉救回来吧。嗯，这真是太糟糕了。那只卡拉卡拉是他的。那只卡拉卡拉是不是他的？我来问问来。嗨，你看到没？火箭队把卡拉卡拉拐走了，他们好像是要前往玉红市来着，搞不好是为了要把骨头高价出售呢。哦，那先去找他呗。先找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决定。我觉得我应该先买点这个伤药什么的。上次我在塔里面对战，东西都用的差不多了。我们来商店采购一下啊，采购一些东西，需要什么购买？哎，好商药。先买好商药吧。好商药，你钱这么多。对呀，我钱这么多。来十个吧。好商药，来20个吧。啊，好，20个。但是我更重要的是什么解眠药什么的，得买点。在那个，他们都会催眠术。对，在那个塔里经常有剧毒，剧毒他们也会，所以剧毒药也有。好吧，来5个剧毒药，1000块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点。他们太厉害了。解眠药。嗯，也来5个吧。好，应该差不多够用了。OK， 接下来就是玉红市了。对，玉红市在这边啊，火箭队往这边跑的，这边是8号道路。八号道路的对战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大姐姐桃花前来挑战，就一只啊，皮皮，好的。那么要不要用你的皮可西？皮可西啊，皮可西现在没带在身上哎。卡迷龟，好，卡迷龟会哦、都没治，这我们赶紧回宝可梦中心吧。行，好，我先用一招披瓦效果不佳，头锤吧。好，头锤。来，我这也是残血，没事，你用一招热水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比他快吧。来吧，卡蜜龟先使出了热水，没过半，灼伤，很好，不错。代兽使出了头锤，咚，明明是用拳头使的，没错，好，合作愉快啊，刚好把他干掉，赶紧回去治吧，赶紧回去治，光顾了买药都没有治疗，对，好。来治疗一下吧。咚咚咚咚咚，好了，精力充沛，走，这下可以了，出发。前面看起来好像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对战等着我们啊。嗯，走去迎接那些挑战吧。八号道路，继续往前。第一个已经打完了，前面还有哦，这还可以斩。嗯，哇，斩一个呗。这个看起来很厉害，是吗？我被他发现了。哇，你看他的造型，我是个四处流浪的赌徒啊，只是个赌徒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世外高人呢，穿成这样。赌徒苍辉前来挑战，一只宝可梦金鱼王。
哦，金鱼王好像是第一次遇到。嗯。啊，代兽，哦，我有十万伏特。哦，对。刚好可以干掉他。劈瓦或者头锤就行啊，头锤，来吧。他用了脚钻，没有命中。好，卡密克的头锤打好手啊！看我的吧，只能靠你了。十万伏特也打不动，他三十五级，你发现没？啊！不不不，换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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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上我们的王培，阿比阿比，你换那个妙蛙草。行，妙蛙草用草来克制他。嗯。好，卡密龟先换。换人都是我先。对呀，这个换人也根据速度吗？速度快的先换人啊。有可能。来吧，帕比，王牌登场。那么脚钻又没有命中，没有命中，他运气好差呀。嗯、那我决定用十万伏特干掉他了。你不用打雷吗？嗯，十万打雷命中率不高啊。嗯、对，这个妙蛙草有飞跃快刀了，走起吧，来飞。谁先？好，这次是我先。帕比的速度要快一点。哇，好，金鱼王倒下，耶！刚才代兽打了不少。对呀、啊，代兽级别低，代兽只有20多级。嗯，那接下来我们去斩一个呗。嗯，斩一个哦，里面有那个胖丁。嗯，来斩。好，是是的，阿比出现吧，加杀斩，斩掉、嗯，看这里面有没有没抓过的宝可梦啊？哦，有个对战，而且有个球，好多卡丁狗，火之石，火之石，哇，可以给卡丁狗升级哎。对，那我们可以给他进，哇，哇风速狗，哎，被抓住了，直接来个风速狗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待会儿，待会儿我们去合作抓一个风速狗啊。嗯，先对战完，精英训练家华联前面挑战，精英永吉啦，永吉啦，哦，我的代兽有那个咬住，哦，可以咬它，没有碎呀、啊，没有咬碎，只有咬住，你就用那个什么就好了，用什么热水就好了。嗯，哦，咬住它，我用热水，热水。永吉拉使出了幻象光，他攻击力超强，打我啊！没过半，混乱了，混乱，糟糕！不要攻击自己啊！卡密龟，哦，还是使出了，耶！没有攻击自己，好，没有过半，但是接下来交给我了，灼伤了也不错，看我的咬住，咬，效果增加，耶！永吉拉倒下，第二只，他还有一只，对。卡密龟想要学咬住，不是你这有点太及时啊！来一个吧，但是他下一只不一定是永吉拉。哎，是我来控制吗？啊，是我来控制啊！学招式也得我来控制啊！嗯，好吧，咬住要什么？踢掉头锤。踢掉头锤吧。要头锤，嗯，踢掉也行是吧？嗯，啊，踢掉头锤吧。啊，下一只是豪利。哎呀，咬住刚刚。好没用。刚刚好克制不了他。那么豆的话没什么好的是吧？嗯，那我用十万伏特吧，我用头锤吧，头锤有那个属性一致啊，哦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头锤。那我用啥呢？你 用挖洞吧，你用挖洞，挖洞要第二回合，你用热水就行，热水，用你的看家本领，还在混乱，哎呀，结果啊，攻击了自己，好吧，代兽使出了头锤，咚咣。好少啊，地狱翻滚啊！哦，还好他对我效果绝佳啊、嗯！他格斗，所以我换个人吧。好，他格斗对我效果绝佳，那我们换一个妙蛙草，不错，有毒。嗯，来，豆对毒效果佳，换人了，妙蛙草，你不需要换，你直接热水打他，热水让他灼伤吧。好，代兽回来，登场的是妙蛙草，哇哦！混乱解除，混乱解除，耶！耶，这个热水，不错，也还行，这就不错了。地狱翻滚，完了，击中了，卡密龟倒下。他地狱翻滚攻击力奇高无比，对呀、啊，攻击力只有50，命中率啊，你说、命中率，命中率。哇，那我得想办法。那我用谁呢？哦，现在要换人，我要给你换一个人上来。那让上我们的那个王牌、哎，要不火恐龙打一下吧？火恐龙升一下级别，嗯，火恐龙需要升级了。你用一招龙之怒什么的就不错，嗯，固定40伤害也不错了。好，那我要用的是飞叶快刀了啊，对，飞叶快刀，龙之怒，龙之怒，好，小火龙不是火恐龙，好，直接盖掉了，我的飞叶快刀打空了。走，我们去抓风速狗啊，哎，好，哇，好大呀，我刚才经过的时候它跳了一下，好，野生的风速狗扑过来，好能蹦啊。等等等，
我已经准备了。你摁 B 退出，摁 B 退出。对，我们先包包。哎，你那边也可以点包包是吧？嗯。你试试来。包包。啊、哦，哦，这是你的包包。对。你也扔一个蔓莓果，我也扔个蔓莓果吧。好。好，来。蔓莓果。好，吃油。吃油。好，我这边也包包来一个蔓莓果，我来个焦香果，吃油。来，三二一，食用。好、哦，都扔给他了。哦，圈的颜色变了一点，是不是、啊？没有那么红了。然后准备抓了吗？准备。这就准备抓了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哎呀，哎哎，没扔到那个红圈，但是扔到外面那个圈了。也有机会的吧？啊，这果然难抓。再来，再来啊！来，对，三二一，走！啊哈哈，乱七八糟的，这算谁扔中了？三，啊，中了！哎呀，不行，圈又变成红的了，嗯、是不是啊？来，再来，好，三二一，走！糟糕，逃走了！逃走了！哎呀，讨厌，讨厌的，居然逃走了。哎，不理你了。哦哦，理我了。嗯，他得面朝哪边才会看到我、嗯？理科男匆匆前来挑战，戴个眼镜。嗯，一看就很聪明啊。瓦斯蛋，瓦斯蛋，毒属性的。嗯、代兽。嗯、好像没有什么好克制他的，是吧？嗯。那你用热水吧。行。我用头锤，属性一致加成。你也属性一致加成。来来，热水应该可以了。我烫你。来烫他一下。相当不错呀，相当不错。头锤。OK， 合作愉快。好，走了，前面还有对战。哎，那边有个球。有个球。得到了速度强化。好的。来吧。继续对战。这个人拿了个大喇叭。电器摇滚团，哦、山生前来挑战。他用电器的应该是哦，果然雷伊布哎，哇，雷伊布，那你的谁不行了？你的卡米龟不行啊，你被克。但我有挖洞。你有挖洞，但是他一招能电死你吧？所以最好。他速度快吗？我可以试试。他速度肯定快，雷伊布超快。哦。所以你最好换。我得换。我头锤打一下，你换那个谁吧？喵草。好。大岩蛇比较好哎，有挖洞、哦，是吧？嗯，不过用飞天快刀应该也行。对，上了妙蛙草，高速移动，提速度。那早知道我就用挖洞了。你用挖洞，对啊，第二回合可以打他一下是吧？大幅提高。来，咣！他本来就是最快的，他其实不需要提了。好，那我再来个头锤，然后妙蛙草，该我了。嗯，飞天快刀，飞天快刀。好。肯定他先了，二连击，糟糕，对我效果绝佳。哎，打我好少啊！嗯，不是他的本系技能，所以不怎么厉害。嗯，哦，你先使出了，我刀他，快刀收下，耶，不错不错。这边有对战，嗨，又是那个赌徒啊，赌徒龟矢前来挑战，对方是独角犀牛。哎，你的热水不错啊，我的 Papi 不行 ，Papi 对他。正好被他克制。对，那我换人吧，我换上妙蛙 草，然后你一招热水可能不需要我换人了。对，看我热水，热水使出 ，Happy 回来，上吧妙蛙草，看你的了，热水使出，我烫你，烫，打，果然是秒杀，哇，35级都秒杀，耶，这是四倍克制是吧？但是地面岩石以前，嗯，所以是四倍啊。好，这边这个球有办法拿吗？好像得绕到上面去，好像得绕到那边啊。嗯，走，我、哦、这边有两个人的。这两位什么情况？是双打对战吗？喵喵，超可爱的喵喵喵，迷你群美纪前来挑战。一个一个的。哎，三只宝可梦。那他们俩就是六只呗。哦，他果然是用喵喵的。嗯，喵喵的话是一般属性啊。对，你得用二连踢。我现在是劈瓦了。啊，劈瓦。你也有劈瓦。哦、你看看是不是？你也有，来来来，劈瓦！好，谁先劈呢？你先。我先劈。啊、好，劈死一个。你的又用不上了。你说他下一只会不会还是喵喵呢？三只喵喵啊，也有可能。上次在那个宝可梦塔里有一个三只鬼丝的，
我啊，果然果然是又是喵喵，看我劈他。但是肯定是我快喽、啊，所以还是我劈倒他。好，你也象征性的劈一下吧。我劈。来，如果他还剩一滴血，击掌奇袭，还打我，还打你了。要是打我的话，你就有机会劈了，是吧？嗯。好，又劈倒一只。还没被缩，又是喵喵，真被射中了，连续三只喵喵，来劈瓦，我也是象征性的，嗯，你也劈瓦，劈瓦，万一他机长七七打我的话，你就有机会了，结果他没有，他没有用，好，喵喵倒下，好轻松啊，那另外一个人呢，不会我们连打六只喵喵吧，啊迷你群马美前来挑战，一只是皮卡 丘啊，电气鼠皮卡丘，哇，对你效果绝佳啊！嗯，我觉得你换一下人比较安全。对，要不然他一招。你们两个都是皮卡丘。对呀、啊，其实那我不换，你换吧，我劈瓦劈一下。好，你换人。我换一个。换个克制他的大岩蛇。大岩蛇。嗯，然后他刚好对你使出电气招式，然后你就对你无效了。对。看看会不会这样啊！大岩蛇登场，好大！我使出了劈瓦，我劈，死了，直接不给他机会啊！那我还换这个人有什么用？对呀，好了，可以去拿球了，看看这个球是什么。这边好像有个隧道。嗯，待会儿我们去看那个洞口的告示牌。嗯，大蘑菇有啥用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。走，我再绕一圈，这有两条路，这边也有。先对战，好，李柯南莫夫派出了小磁怪，那可以劈瓦。我又是得换人的玩意。对呀、啊，你换人比较安全呢，但是你也可以冒险使出一招劈瓦。那我也劈吧。来劈瓦，毕竟你有可能就干掉他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也直接劈吧，他哪有那么容易，直接就比你快啊！来劈瓦，好，果然死了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去看看那个牌子啊。这个牌子上写的是前方是地下通道玉红到紫苑，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奇怪的房子吧。好，既然有一个奇怪的房子，这是嗨、嗯、它有点口渴、哦、不让过哦，对，禁止通行，又是那个。我来看看地图啊，前面是什么情况、啊、禁止通行，我们在这个位置这边不让过哦、还是金黄室现在被绝对封堵啊，嗯，所以通过地洞直接去这边的玉红室。对，哇，金黄室有大事件发生啊，那我们就走地下隧道吧，走。哎，我先进去了，这是一个通道，应该不是隧道、嗯、对，是个通道，对话一下。嗯，我听说最近在玉红室那里也出现了一只瞌睡宝可梦啊。是谁啊？卡比兽啊，应该是卡比兽。哇哇，我们要收服卡比兽了吧？厉害了！我已经远远地跑在了前头。到了。嗨，大姐姐，你经常去玉红市的百货公司吗？那里商品齐全，真是方便极了。好的。第一回来，怎么可能经常去？对呀，我们是初来乍到。走。那边又有啥？哦，这有精灵训练家。上面有什么奇怪的宝可梦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先对战，先对战。嗯、对战起来。哦，这个小房子又是那个通道去金黄室的、哦、是吧？有可能。嗯，精英训练家幽香前来挑战，又是三只雷丘啊，你赶紧换人吧。嗯，对，还是打你的话直接就完蛋了，所以我用劈瓦，你换大岩蛇啊。嗯，来，卡密龟回来，大岩蛇登场。哇哇，好有气势，劈瓦应该秒不了吧。对方好歹是雷丘啊，光强，早知道我也劈他了。对呀、啊，哦，劈瓦可以破坏对方的光强。哦，那我继续劈呗。嗯，我估计你没机会啊。对，是不是啊？那你也打一下吧。我用啥呢？落石就行了。嗯，挖洞吧。这回合你没机会，所以你应该用挖洞挖他下一个人。电光一闪，哇！哦、电光一闪，他速度很好快啊。哎，破坏光强，你看你用挖洞的话，这回合挖到洞里。是不是、啊哦、下个回合就可以攻击他了。对，待会儿你就用挖洞就行了啊。好，当然要看看他是什么宝可梦了。三地鼠、哦、挖洞岂不是也不行、啊、挖洞效果并不是很好，反而是卡迷龟比较好嘛。嗯，那我对他没效果，那我得换人啊。这换人，那你用卡迷龟吧。我用妙蛙草也是效果绝佳。嗯，是不是啊？卡迷龟需要升级，用它吧。啊，卡迷龟，那你打一下。我挖洞吧。
你挖洞也行，还不如用个绑紧呢，我觉得效果。绑紧。哈比回来，卡米龟上场。好，对方用了地震。打谁？寻伤啊。对你效果绝佳吧？对大岩石呢？大岩石有岩石。哦。而且你在地底的话，他用挖洞效果是更好。地震吧。对他用地震那个效果有翻倍。所以赶紧得打死他呀！对呀、啊，你只能期待我干掉他了。但是他速度快，糟了，大岩石危险了，我也危险了。啊！大岩石死了，卡米龟还活着，太惨了，好危险啊！这一战，不愧是精英。对呀、啊，快烧他吧！危险，没有，我必须换人。大岩石都濒死，先上个妙蛙草。妙蛙草。我换代兽吧，代兽还能扛一点。行，他们俩都怕那个地震了。嗯，来，妙蛙草出招，飞也快到了，飞快到应该可以干掉他。我催眠他不？啊，你飞他就行。好，来了，代兽，哇，好大，大的代兽地震又来了。不过对妙蛙草效果不佳。这还不佳？代兽很危险了，飞也快到可以秒他。OK，、啊、终于干掉了。好讨厌的三 D 鼠、啊！好讨厌的，它速度又快，而且地震又克制我们。嗯嗯，我们没有飞在天上的啊。来，小海狮。海狮。第二只是小海狮，那你的飞叶那个飞叶快刀刚刚好。嗯。是吧？不对，它好像有冰系吧？冰加水好像是。是吗？小海狮也有冰啊？那你也用飞叶快刀吧，或者催眠粉？啊、我先用个药是吧？嗯。保伤药给代兽用一下吧。好，代兽回复，然后你，我用个催眠粉吧，催眠粉也行，来催眠粉，我还不如用寄生种子，寄生种子回血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撑不住你两下，嗯，冰力哇，冰属性的，打我，我效果绝佳，打不动，催眠粉没有击中，没有击中，看我的吧，它要是有冰的话，那我屁瓦就效果绝佳了，嗯，然后你用飞叶快刀好了。好，来，我们俩一个组合技就干掉他了。又是冰力，还打我？他肯定打你啊！他对你效果绝佳，当然打你了。好疼！冰力快到，秒吗？并没有。秒。然后劈瓦，赶紧劈死他！劈死他 ！OK， 打下了。好危险啊！好危险这次。哦，秒完花！哇，太帅了！第一次进化完成的御三家。对。秒挖花。哇，那火恐龙也得加油了。嗯，来来来，哇、啊、帅气，妙蛙花。 OK， 添加了宝可梦图鉴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草加毒属性种子宝可梦，哇，身高2米，体重100公斤，我去，绝对大块头啊，太厉害。它背上开出的大花能够吸收太阳光并将其转化为能量，太阳能花。嗯，太阳能花要学习花瓣舞，当然要大招啊！对，那替飞叶快刀，我看啊，替毒粉吧，毒粉去掉，来，忘记那个飞叶快刀留着给那个洛伊缤纷替，啊，飞叶快刀可以留着补刀啊，嗯，好，花瓣舞，万一花瓣舞没打死一个补刀，好的，捡到球。PP 多像小骨鸡，暂时大岩蛇先不复活了、嗯、可能快到宝可梦中心了。那个比比鸟在那儿，好难缠、哦、躲开一点，他是对战，是那个教练训练家哦、嗯、对战教练训练家都很厉害的、哎、我们忘了治疗了，对呀，哎呀试试看吧，他两只史爱派出了大葱鸭，嗯、大葱鸭是一般加飞，是不是啊？那我的电可以啊。嗯，来，他没有草。卡迷龟在叮咚叮咚了，你赶紧换人吧。好，我十万伏特。好，我换人。你随便换个谁，或者你给卡迷龟用个药也行、嗯，是不是、啊？我用火恐龙吧。啊，火恐龙，对，火恐龙也得升了。上大火恐龙。我发现我们现在劈娃很多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有那个招式学习器，我给好多人都学了。哇！十万伏特。Yes，他 yeah, 没问题，效果绝佳。第二只看看我行不行。第二只来只草属性的就帅了。嗯，看看第二只是谁呢？来只草属性的吧。冰属性的也行。冰的也行。胖可丁。嗯，
不过妖精对火效果不佳、嗯、也算是不错了。可是我好像有容器吧？你的龙之怒就没用了是吧？嗯。哎呀呀呀！你先施瓦伏特了吧？嗯，那我施瓦伏特打他。嗯。然后你看你有什么招式？我用个啥呢？你用个挖洞、火花、劈瓦吧。劈瓦，劈瓦这个效果不佳，挖洞吧。好。挖洞，期待下一回合吧。嗯。来，帕比使出了十万伏。哎呀！还活着。好，我估计我又要被闷在地里了。你又用不上了是吧？嗯。对方用什么？啊！我睡着了，睡着了。所以你的挖洞用上了啊！太好了，我被破坏人。谢谢胖可丁。嗯、但是帕比努力的醒过来了。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那我要给你留着吗？我给你留着吧，我换人。行。我多拿点经验啊！卡迷龟拿经验太危险，代兽上来拿经验。好，然后让你施展一下你的挖洞。好，代兽上场。这也是第一回见，刚睡觉就醒了。对呀、啊，哦，居然没挖死。居然没死。代兽又睡着了。好，就交给你了。好的。就交给你了，我代兽不换了。代兽头锤。还闭着眼呢。闭着眼用头锤。那我用个啥呢？你用什么东西？火花吧。火花也行，它只剩那么多血了。嗯。来火花，怎么地都打死了，胖可丁倒下，死了。我怕他还剩一丝儿血。不可能。好，代兽闭着眼获得了经验。我们这一群老弱病残，好惨呐、啊。硬撑。嗯，好像没啥用。硬撑就是剩一滴血是吧？哦。嗯。哎。威力变成原来的两倍。是非常勇敢。哎，没看清楚，我来看啊，是怎么解释的？哦、不是那个剩一滴血的哦，剩一滴血那个叫挺住。这个是硬撑，硬撑是当自己处于中毒、麻痹、灼伤状态时，向对手使出的话，威力变两倍，就会140、170变一倍。哇，特别适合代兽。啊，代兽属性一致加成。对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如果是谁让他中了状态，他就直接140了。那踢掉头锤不是挺好吗？嗯、对呀、啊。好，踢掉头锤，都是70攻击力。嗯，那个可以有附加效果，很好。学会了硬撑。那他现在睡眠是不是也能140呢？但是他睡眠发不出招式啊，他说的是灼伤、麻痹和中毒，发不出来，我忘了。对呀、啊，走走走，赶紧去宝可梦中心，别的地方不去了。对，好惨哦！火箭队手下好险。火箭队手下先不管他了。嗯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赶紧睡一觉。车银魂啊！我天，大家赶紧睡一觉吧。两个睡着，几个残的。对呀、啊，死的死，伤的伤啊。还有的睡。对呀、啊，好了，精力充沛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儿吧。好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精灵宝可梦 Let's Go 皮卡丘系列的话，不要忘记在影片下面点一下喜欢，还就是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我也拜拜。哎，啊，我一晃就玩了。